觉得娘家是我们永远的靠山，所以他不希望女儿像泼出去的水一样覆水难收，他希望我们就算嫁出去，这个心还是在这个家里面，然后家里的人永远是你的支柱。啥喜欢啦？查某囝就是查某囝，后头厝永远都是查某囝的厝啦。我觉得就是祝福他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反正就是夫妻间的相处是两个人的事情，其实其他的人都很难照顾得到，但就是希望他不要忘记，就是妈妈永远在这里，就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都希望他能够跟家人好好的沟通，然后来找家人。谢谢。嗯，今天跟阿妈讲笑话啊？是啊，你喜欢威逼狗咋的快乐特效药？嗯，阿妈，我觉得他真的成长很多，然后改变最大的当然就是他变得比较沉稳，然后对感情戏的诠释也非常的投入。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让我看到就像自己的女儿的成长过程一样，慢慢的一步一步，他很踏实，然后很听话。那我们这些前辈也因为他很可爱很乖巧，所以大家也很愿意教他。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女孩子，那他以后我也看到他以后可以越来越发光。我们一张相片，咱翕的相片哦，到时阵都甲搭在壁顶，好不好？我比较想要演，就是有一些关于就是心理上面有点可能变态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心理不正常的人，对，就是那种表面上你看他可能就是乖乖的、柔柔弱弱的，可是其实他的内心很黑暗面是非常清楚的。很强烈的那种个性的对比，这样子就是让人家摸不着头绪的那种。